可不可以跟你预支薪水？预支薪水啊，可以啊。200。200。我要当大明星。你连死人还在那个呼吸啊？我知道你有女朋友啊，你这一秒又没有，下一秒我们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因为你常被劈腿，对不对？这是女生共同的创伤，好吗？我就不会劈腿啊。如果你要追一起，我一定帮你到的。不要。跟你说，今天绝对我会跟你要回家。爸来背头啊，背头就背头，谁怕谁？你刚跳的什么东西啊？你在复健吗？We got no。看不到我晚上真的是吃到饱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啊，小哥，我不是你想的。